花飞，人生有几个春秋，缘起缘灭不留情，爱过才知情浓。海誓山盟最难舍你的笑容，情为何物不能懂，唯爱你在梦中。花叶窗空无影踪，怎么能挽留往事随风，终究发现一切在心中。容你风也轻雨也轻，我甘心领悟寂寞。容你看冰霜如风景，听沧桑思念诗歌。潮起潮落伴你漂泊，爱你一百年也会值得，不愿人生如梦你错过，只是为我。我是害你的，我承认我娶你是为了报复玉华和君山，可我娶你进门之后，也打算要好好待你的。文玉，我没想过要害死你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死你啊。对不起，大家都怪我，没有人理解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少爷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别人不理解你，我理解。我知道你本性善良，就算你做了什么错事，你也一定是被逼的。
爷，你不要死，陈天雄，你把我儿子害得这么惨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赶走也就算了，君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奠定他在陈家的地位，你为什么还要派人去找他？你赶紧走，你不会懂的啦。我是不懂，陈天雄这个混账把我们的儿子欺负得这么惨，你还这么疼他，我真恨不得一刀把他给宰了。你可别胡来。你少爷，只要你不嫌弃屋子破旧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想住一辈子也没关系。你哥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他呀，他成天游手好闲，就知道在外面鬼混，几天不回来都是常有的事情。怎么了？哎，过来让我看看。老爷怎么这么狠心啊，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还把你打成这样，疼吗？小鹿子，快帮我上药。你忍着点儿。疼吗？我帮你吹。没事。最落魄的时候你这么帮我，我一定会记住的。住你这里呢只是权宜之计，等我爹气消了以后，我也就会搬回去了，到时把你一起带回去好不好？好啊，不过你说话可要算话。你这两天肯定睡不好也吃不好，我一会儿出去买点菜，晚上给你做好吃的，你在家等我一会儿好吗？竟然也会落魄到住这种地方。
西，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儿子，老子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哎，你不是挺嚣张的吗？起来啊，装死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干脆。华严住手！你千万别做糊涂事啊！去！他把我们的儿子害得命都快没了，你竟然还护着他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现在是除掉他的最好时机。他要是死了，陈家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跟君山的，到那时也是我当上太上皇的时候了。不可以，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动手，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后悔一辈子？我这辈子已经做了很多后悔的事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可以为我儿子尽点力，况且对我又有好处，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你给我滚开！天雄是你儿子。你再说一次，天雄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他是你儿子，他才是你儿子。这不可能！不，是为了救陈天雄你才这么说的，我不会相信你，你在骗我！我真的没有骗你。我当年受了陈夫人之托，要将他的儿子带到泸州去，是我一时糊涂。我想让我们的儿子享受荣华富贵，才做下了偷天换日的事。你是说你把两个孩子给调包了？这么说，君山才是陈木生的亲生儿子？是，君山才是陈家的少爷，他才是……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君山的右后肩上有块胎记，你想想，我们的儿子身上哪有什么胎记呀？君山，你背上是什么？胎记。竟然是我的儿子，我竟然差点亲手杀了我自己的亲生儿子。你看看你，你怎么这么狠心把他打成这个样子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是我的亲生儿子。秋夕啊，我真是低估你了，没想到你二十几年前就这么聪明了，搞了半天你才是我的祖师爷呀。为了这个秘密，我已经痛苦了二十几年。当初因为我的一念之差，我不仅害了陈家唯一的骨肉，更害了我们的儿子。我不能再错下去，我回去跟老爷说出实情。站住！你疯了！你想想，你花了二十几年的心血来栽培天雄，让他有了今天的地位。一旦你说出实情，他会有一个堂堂的大少爷突然变为下人，他怎么能受得了？你让他以后怎么做人？万一他因此自暴自弃，这岂不是有违你当初交换他们身份的用意吗？再说，君山在陈老爷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天雄了，他和天雄一样都管陈老爷叫爹，你说不说又有什么差别呢？秋夕，如果你保持现状的话，君山和天雄都还是你的孩子，一旦你说出实情，
你不但深深地伤了陈老爷的心，就连君山和天雄都会看不起你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不但失去了家人，还失去了两个儿子，你更会遭受到世人的唾弃，永远无法在人世间立足啊！不，不，我只是一时失了良心，我不能永远昧着良心。我已经对不起君山二十几年了，我不能一辈子对不起他。天雄的命是捡回来的，他已经享了君山二十几年的福气，够了。现在该是将一切还给君山的时候了。住口！天雄够了，我可不够。你只关心天雄，你有没有关心过我呀？我活了五十几年，一天的福气都没有享受过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胆敢说出半个字，我饶不了你。这二十几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为自己当初所做的事后悔。为了保护陈家，保护老爷，就算要我死，我也在所不惜。秋喜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你难道就不怕陈木生或君山会像金福一样死得莫名其妙吗？你是说福伯他是你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是他自己掉到水里淹死的。你给我听着，凡是挡在我前面的大石头，我一定会炸掉的。我林怀玉天雄，秋喜，你快走！如果被他看见我们两个人都在这，就完了。天雄少爷被人打伤了，快帮我找药啊！啊，快点！啊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怎么样啊？来，我带了一些东西来看少爷，一进来就看见少爷被打晕倒在地上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到底是谁呀？下手那么重，好像存心要把你打死一样。少爷，你知不知道打你那个人是谁呀？我去找他算账。我要是知道就好了，就自己去找他算账了。少爷，那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去查，如果我查出来是谁干的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你先帮少爷擦药，我去给少爷煮点吃的。哦，好。少爷，我帮你擦药。哎，我自己来。少爷，如你煮饭还要很久，这是我给你带的肉包子，还热着呢，你先垫垫肚子啊。给。原来你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头一次和儿子这么亲近，这感觉真好。林怀原来这么久了，跟我从来不亲近，为什么今天突然对我这么好？天雄，爹这辈子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干什么？啊，我只是想帮你拿掉嘴上的东西而已呀。
现在呢，是被扫地出门，每个人见到我躲都来不及呢。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只是你脾气不好，又不会表达心中的感情，所以常常被人误解。我记得你以前是帮君山的。以前你是少爷，身边根本不缺人，再说我也不懂得拍马屁奉承人。现在你落难了，我来关心你，这才显得我对你的真诚。少爷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你，怎么批评你，你在我心目中仍然是个好孩子，所以我喜欢来照顾你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啊。来，你也吃吧。吃啊。慢慢吃啊。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烧纸钱？你们在诅咒伟业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伟业根本就没有死，他没有死，他根本就没有死。君山，你要面对现实，让伟业安心的走啊！伟业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证明给他们看看，你没有死。你出来呀、啊！你出来呀、啊！君山少爷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伟月掉在河里那么久，怎么可能还活着呀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不许你在这胡说！谁能证明伟月死了？只要没找到他的尸体，就表示他还活着。君山，你的推测是没错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你们都是他的好朋友，你们既然是他的朋友，为什么要诅咒他死呢？我，要不是我们家小姐一个人说他死了。你自己看看，现在河边还有谁在打捞啊？所有人都说文业已经死了，不可能还活着。如果他没有死，被人救了，现在也该清醒了，他为什么还没回来呢？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，你们根本不能体会我跟文业之间的感情。他如果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他绝对不会什么都不交代就这样离开，他一定会到梦里来跟我道别的。他肯定会。君山，如果文月听到了你的这番话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文月这一辈子能拥有你的这份真情，也不枉到世上走一趟了。文月，我知道你一定还活着，你一定活着，一定活着，一定还活着。有一天你会回到我身边，是不是？伟月，伟月，伟月。
不想走。你要是不走，我自己走。文月，君山，你要是爱我，就跟我来；你要是不爱我，你就回去做你的孝子。小姐，小姐，文月，你跟我回去，我不要。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你醒了，我去告诉老爷。老爷，老爷，小姐醒了，小姐醒了。啊！哎呀！醒了吗？醒了。哎呀！谢天谢地，总算是醒过来了，姑娘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哦，姑娘别怕，我姓李，你现在是在我家里。你知道吗？你在水里漂了好一阵子了，大夫说你身体虚得很，嘱咐我们让你好好休养。哎，珠儿，给姑娘熬的药呢？我去拿。我们原本乘船是要到梅州妈祖庙上香祈福的。是小儿看见你在水上飘着，把你救上了船，还坚持要把你先送回岸上。姑娘，你家住在哪里？我们好通知你的家人把你接回去。不。哦，不急不急，你先在这儿住下，等身体好些了再说。您快点儿。大夫，快快救我儿子。好好好，马上帮我准备温热水。好。快，药来了。这是我们少爷八岁时画的。八岁呀，就画得这么好，令人难以相信，是不是？其实啊，他三岁就拿画笔了，而且还画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昨天夜里，少爷肺不好，昨天夜里发病了，老爷就是为了他的病才要去梅州向妈祖祈福的。你喜欢看少爷的画吗？少爷还有好多好画呢，那天少爷就是在船上作画的时候发现你的。
稍等一下啊。被你救了的那位姑娘已经醒过来了，现在住在门外，她想当面表示感谢，你看。免了吧，你救了她的命，她要当面向你表示感谢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慧儿，你不妨见她一见。啊，算了吧，那就等你心情好的时候再说。天兄被赶出去了，我担心怀元会做出什么伤害老爷的事来，我是不是该先提醒老爷呢？可是我该怎么说呢？秋夕啊，你怎么会站在这儿呢？你在想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只是我以前跟您提过那个林怀元，他人看起来不正派，应该辞退他。怎么了？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？如果啊，他没有出什么具体的差错，咱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长相就把他辞掉。再说，金福也刚过世，店里还正缺人手呢。对呀，福伯刚过世，店里缺人手，我怎么给忘了？丽梅说您找我。是啊，是为了君山的事。君山，他怎么了？文月的死对君山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，看着他每天在河边来来去去的，这样下去对他不好，所以我想交给他一些重任，好让他转移对文月的思念。我打算把这财库的钥匙交给他，还有绸庄也全权由他来管理。你要把大权交给他？为什么？天兄实在是太不长进了，而绸庄的事业正需要一个有责任有能力的人来管理，所以我想来想去也只有君山最合适了。秋夕啊，我希望你能了解我的心，觉得呢？夫人，陈家的产业终于能够还给您的儿子了，感谢你冥冥之中保佑君山，也感谢你给了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秋夕，你觉得有什么不好吗？我赞成，我绝对赞成。虽然难免有人会说闲话，可是我支持您的决定，我相信您这么做一定是对陈家最好的。你真的赞成啊？你不怕天兄
什么都没有了吗？老爷这么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也一定是为了天雄好。还是你了解我呀，君山是一个有度量的孩子，我相信他不会亏待天雄的，我很放心把陈家交给他。我一定会告诉君山，要他好好管理陈家的产业。少爷假惺惺的好起来了，你到底存有什么目的？喂喂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我喜欢对谁好，这不关你的事。谁不知道你和君山母子是一伙的？你是来探听消息，还是来看少爷笑话？我懒得理你，反正我现在站在少爷这一边，我又不会害他。进去好好照顾少爷，你对他好，将来有你的好处。喂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过是陈家的一个下人，你凭什么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？还有，以后你想跟天雄少爷在一起，最好对我客气一点。哼！喂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哼！对不起君山二十几年了，我不能一辈子对不起他。天雄的命是捡回来的，他已经享君山的福气二十几年了，也够了。现在应该是他将一切还给君山的时候了。为了这个秘密，我已经痛苦了二十几年，我不想再错下去。我一定要找机会跟老爷说出实情。不行，秋夕不能说出这个秘密。既然秋夕已经帮了天雄二十几年，这最后一关就由我来完成。天雄长远的利益，我不得不牺牲你。文渊，文渊。